有十分寮瀑布，这里是十分寮瀑布的停车场。今天是7月7号，星期六的早上，我们来到这里了。8:48，我们来到十分寮瀑布。现在是枯水期啊，没水。摇摇晃晃，左摇右摆的，左摇右摆，摇摇晃晃啊！这吊桥有站不稳，这道吊桥好晃，好多人哦，来了一批人，从这里走下去。这条是观瀑跳桥，观赏瀑布的吊桥。好多人哦，吓死了。摇摇晃晃，滴答滴答，起起扣扣啊，哈，嘿啊。摇你还不摇？哎，没有木板可以接，而且是，哎，这是木板，我可以加一支往一点，看你要出来。大步还要练起来。
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，摇摇。打住啊！这个女人。咱们等一下，那个停车场那边我们是啊，他妈就在台左边，对不对？他那里。这里是十分寮瀑布，今天是107年7月7日星期六的早上，我们来到这里十分寮瀑布。正前面是十分寮瀑布了，快到了。
是107年7月7日星期六的早上，我们来到十分寮瀑布。不路不路呢，又行行啊，该又行铁地路啊。